车和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小客右前轮距离砂石堆两米二零，砂石堆面积4.5×3.5。小客右前轮距离路边4.20米。好，完毕。核对，事故现场测量完毕。你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嗯，第一次现场勘测，不错。那我今天考试是不是可以通过了？死者的身份验证了吗？看着我干嘛？我又不是车里那位。去啊！样子还行，一动真格的就不灵了。长得倒挺漂亮的，嘿，可惜啊，入错行了。入错行还没关系，要嫁错人可就惨了。要嫁错人可就惨了，你好，请出示您的驾照和行驶证。我要的不是这个。小姐，今天早上市法院有我一个厅，案子重大，所以最好你让我先走。请出示您的驾照和行驶证。停下！后退，全部后退，全部的后退！白色依维柯退回原处，后退，都给我后退！说你的白色的车，听见没有？小姐，扣分还是罚钱啊？你闯了事故现场的警戒线，要处以200元的罚款。你有点处罚过当了吧？我不过是有急事儿，如果耽误了开庭，这个责任你可负不起。你知道我是个律师，我是在执行我的公务，我管你红是律师的。行驶证。你说话过过脑子行不行？你可是一名交通警察，你说话得负责任。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而使事故现场秩序混乱，那你恐怕还得担点刑事责任。我再说一遍，请出示您的行驶证。干什么？你的车和本都被扣了。你凭什么呀？
你在事故现场闯了警戒线，而且没带行驶本。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我要对车主负责。我就是车主。证据。哎，你怎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啊？我告诉你，你怎么把我车扣，你还得怎么给我送回来。那就试试。平安无事，快！我认识你八年了，你从来都没有这么狼狈过。知道吗？你迟到了整整16分023秒，所有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一个人了。来来来来，衣服塞进去，塞进去，快快快快快快！哎，等等等等等，你的头发，头发，头发，头发！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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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幸亏他有了我。哎，燕子，来来来，燕子，来，嗯，来来来，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啊？听说你扣了一辆车。哦，就那辆，一个自以为是、讨厌的臭律师。你还挺威风啊，你知道扣谁的车吗？端木长春一个非常难缠的人。哟，没想到他还挺有名儿啊。嗯？啊，我是说。我怎么没听说过他呀？你不知道吧？上次肇事逃跑的案子，我们局吃了个官司，局长特意发话，对他要敬而远之，知道吗？哦。嗯。可是您不是总教育要我们依法办事，认法不认人的吗？这不是执法，这是侥幸是报复，不好好处理现场事故，扣什么车呀？可是，如果我不把那小子镇护住了，我现场能处理那么消停吗？你以为镇护住了，那小子不是省油的灯，抓住你的辫子，非吃官司不可。哎，好，我倒想尝尝跟那家伙打官司的滋味。放肆！燕子，咱局里要摊上什么官司，我非震你的警神。您不是要炒我鱿鱼吧？咱们这是公安部门，准军事化管理，你知道不知道？哎，回来，我还没说完呢。喂，是我。什么？官司？我说怎么样？说不让你给传警服的相片吧，你非不听。李阿姨刚才来电话了，说是人家工作忙，暂时取消约会，那不就是吹了吗？我就没打算去。你敢？我看你是不想嫁出去了。再说了，你现在待那和尚单位，你越来越像男人婆了。妈，我想辞职。你说什么？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你不说还要给你破格升职吗？怎么还升职呢？我辞职。你瞎说啊！哎，
你不是不想让我当警察吗？那不正好？这孩子，你找工作容易吗？哎呀，今天快烦死我了。怎么了？碰着一倒霉的破律师。他违章我扣了他的车，好家伙，他欺负我是一女的，反告了我一状。李队说要撤我的警衔。哎，我说你这傻孩子，那律师是好惹的吗？哎呀，我谁惹他了？大不了真被撤警衔呗。不行，这孩子。可是我又喜欢这一行。你呀，你真得改改你这臭脾气。你跟男人较劲儿啊，没你的好。对不起，本人警官学院毕业，没学过这个。你说你这硬邦邦的，以后谁能管得住你啊？谁让人管了？我自个管自个儿。妈妈，大不了让你管管我呗。我可告诉你啊，明儿就跟人队长去道歉，跟人律师去道歉。你要是丢了工作呀，我就把你赶出家门去。哎，那整好喽，我去修热水瓶，我待会儿就不回来喽，拜拜。这是小时候的我和爸爸，妈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刑警，说坏人一见到他就只剩哆嗦了。可在一个持枪抢劫案中，只因为拔枪慢了一秒，就一秒。记事起，我就只和男孩玩，骑马、高赛、打球，但凡和速度、力量有关的，我都喜欢。是遗传吧，我一心只想当刑警，可惜却阴差阳错地当上了交警。什么是天之骄子？从小学读到硕士毕业，我都是金字塔尖最上边的，现在的条件如果放到网上应该是最抢手的。名校毕业，收入丰厚，有车有房，情趣高雅，优秀的基因就造就了我优越的生活。当然人生总不会是完美的，我的人生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完美，那就是我还不够快乐。我是叶青，当事人的个人材料给你准备好了。收到了。端木啊，给交警严岗支队的律师函也已经送过去了。太好了，最好啊，直接送那假小子手里。你的车中队已经给你送回来了，停在你的车位上，钥匙在包厢里。懒了，他们的官司啊吃定了。还有，我晚上可以帮你阅卷，你在家吗？对不起，我不在家。我是在执行我的公务，我管你红石律师的行驶证。我再说一遍，请出示您的行驶证。那就试试。干嘛干嘛干嘛？那傻丫头有什么好怕的？我还从来没怕过谁呢。我想让她哭。啊，太过瘾。燕子，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说过那个姓端木的人啊，惹不得，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105国道这个案子呢，他已经掺和进来了。本来啊，他那轿车占道啊是要负全责的，就因为他们请他做了律师，才找了我们支队的麻烦。这明明卡车是受害一方，哎，现在倒成了被告。那卡车。
虽说原先是我们支队驾校的教练车，可现在已经卖给运输公司了。我是学法的，别想蒙我。你给我看好了，车是卖了，还没有及时过户。已经卖了半年了，为什么不办过户手续？这是我们的责任。端木就抓住这个把柄，不仅要追究监督不力的责任，还要我们参加民事赔偿。可怎么都成了我的错，交通队也不能知法犯法呀。这话用你说，问题是这事儿已经出了，支队面临着责任赔偿。那为什么还不赶紧抓紧办手续？你说的好听，来得及吗？那臭小子昨天晚上已经把证据拿到手了。我说，为什么我们要怕一个没名没气的小律师呢？哼哼，他是没名，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问题是，你这样做把我们全局都拉扯进去了。我看呢，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队长啊，这解铃啊，还需啊系铃人。燕子，我觉得啊，不妨以你个人的名义，跟那个律师道个歉，顺便沟通一下案情嘛。我去跟他道歉，我去跟他道歉。田燕，从坏的角度来看呢，你是倒霉；从好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个机会。你要把事情干顺了，你田燕在局里就出名了。盐港支队把车子卖给第一运输公司，没有及时依法的办理过户手续，盐港支队有执法犯法的嫌疑，其领导干部有渎职的嫌疑，而更严重的是，机会来了。我赢定了。太精彩了！今天对方律师是超水平发挥，可依我看你更兴奋，简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对手强我才兴奋，从来都是这样。知道吗？刚才我在边上紧张的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真的。几点了？五点半。怎么了？待会儿有个约会。和一姑娘？对，和个姑娘。待会儿那假小子向我道歉，额外的犒赏。怎么给我送回来？
呀？真够古板的。要让我像他那样生活，我非得郁闷死不可。你迟到了。准确的说是一分钟。我和我的客户谈话都是按照分钟收费的。我不是您的客户，谢天谢地。要不是这案子啊，我这辈子都不想和律师打交道。你说话的口气不像是来跟我谈话的，尤其是不像来跟我商量的。是我们支队要我来跟你协商的。好吧，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我的想法，我觉得你应该马上撤回对我们支队的指控。理由？首先，是你违章驾驶在先。哎，等等，咱们今天要谈的事儿与我违不违章没有关系，咱们今天要谈的是你们盐港支队的违法行为。不要偷换概念，明天就要开听证会了。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有证据可查，有法可依。同样，你作为一名交通警察，不能由于一时冲动就给别人开罚单吧。你还在报复？报复？我报复你了吗？你自己心里明白。我时间有限，所以请你不要谈与本案无关的事情。我请你能不能不要老在我面前摆一副律师的臭架子啊？端木先生，我希望我们俩之间谈话的前提是平等的。等等，你又错了。你现在是代表盐港支队，而盐港支队事实上已经违法了，所以说我们并不平等。还有，我想说一句题外话，我不喜欢那种生硬的、毫没有人情味的女人。你，我也想告诉你一句题外话。我个人认为，像你这样一个自以为是、枯燥古板的男人，才是世界上最最最最最讨厌的。这女人一穿上这身警服，怎么就那么变态呢？你说明天听证会怎么办？你爱怎么办怎么办？那就按我的意思办啊。你威胁我是吧？我哪敢呢？你等着瞧。明天见。哎，等等。哎，你见到我的电脑密码锁没有？密码锁？想讹我吧？没门。不，我觉得它是一个会闪亮会叫的小东西。对，就是这个。这是我电脑上的东西，这是我的私人财产，你必须还给我。想还你啊？可以啊。上去坐一圈，我立马就还给你。为什么？不为什么。如果你现在就想要的话，那你就得照我的意思办。李队啊，哎，什么？四车连撞，八角？好，行，我马上就到。十分钟，好。你敢耍我？我告你侵吞我的财产，你等着。
我来取证。请问，我的密码锁是在你那儿吗？你敢袭击我！喂，喂，喂，醒醒！怎么会是你啊？喂，醒醒！醒醒啊！喂，端木长春！喂，你干嘛要威胁我？你干嘛要这样的袭击我嘛？我是个警察呀，你明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动手的呀。喂，醒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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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醒醒！喂，喂，醒醒，你醒醒好不好？喂。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是我错了，行吗？刚刚游乐场是我错了，105国道也是我错了，我跟你道歉好不好？我都错了，你只要你醒过来，你什么都可以。我不想跟你吵的呀，你起来呀，你起来，我不想跟你吵的，只是你我是个警察呀，你是个可恶的律师呀，救命啊！救人呐！救命！我只想要我的密码锁。哪儿？行了，你回去吧。啊，你自己能开车吧？嗯，还行。你耍我？我没有啊。我知道你想让我道歉，你用不着使这么卑鄙的手段吧？用死来威胁我，想让我服软是吗？你太恶心了。不是我有晕血这毛病。还晕什么？晕针，晕水，还晕膏。你别给我装蒜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本来是打算要跟你道歉，不过那是为了支队的利益。可是现在，我一定要赢你，而你永远也得不到我的道歉。还你东西！我真晕。只是你，我是个警察呀，你是个可。
如果耽误了开庭，这个责任你可负不起。你知道我是个律师，你怎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不是我有阴血这毛病，我真晕。虚伪，他太卑鄙了，不能上当，这人太诡计多端。我都错了，你只要你醒过来，什么都可以。我不想跟你吵的呀，你起来啊！你用不着使这么卑鄙的手段吧？用死来威胁我，想让我服软是吗？你太恶心了。田燕，你必须把所有的材料再搜寻一遍，也许其中就有漏洞可寻。这些石子儿也应该承担责任啊，不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是律师，可我是警察的后代。可是如果石子栈道经过了交管部门的同意，那燕子的压力可就更重了。公路局，公路局。现在进行事实调查，请双方当事人介绍情况。这个公路局应对违章栈道负有责任，这是轿车逆行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有没有证据？有。公路局明明知道石子栈道，却没有做出明示，所以应该承担我当事人的责任。而盐港支队只存在监督管理的行政责任。盐港支队应确认公路局栈道行为是否申请备案。盐港支队已确认公路局栈道行为没有申请备案。也就是说，公路局应依法参加民事赔偿，并且排除盐港支队的民事赔偿责任。事故方车辆承担主要责任，公路局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并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负责赔偿。盐港支队不参加民事赔偿，但对你们的管理和监督上的责任予以行政处罚。
瞧你这桌子乱的。有什么消息吗？啊，有三件预约等着和你面谈，一件财产公证案，两件老年赡养纠纷案。明天开庭案子的法官要求见你，还有今年律师的年会会刊要刊登你的一篇论文，得马上送去校对。有我的电话吗？有，你的小学同学想请你参加 party， 我已经替你谢绝了。家里小区通知做管道检查，要求房间里留人，到时候我会留在那里。还有汽车保险。有没有交通队的电话？有，田。对不起，没有。该吃药了。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你就从来没有交过什么女朋友，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谁呀？我这么刻板挑剔，谁敢找我呀？你是外表冷酷，内心火热，看上去现实，实际上浪漫，是典型的慢热闷骚型。你试试追求完美，结果搞得自己很累。你懂得谈高山流水，却因为曲高和寡难觅真正的知音。你智商很高，可情商为零，一般女孩子根本无法真正的理解你、匹配你、欣赏你。看来我只能独身了。No， 你适合找一个和你一样聪明的、知书达理的，在专业上能跟你沟通，同时又温柔漂亮、知冷知热、善解人意的，能和你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并肩打天下，又能小鸟依人一样同你享受生活的女人。其实我的条件不高。那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叶青，嗯，给快递公司打电话，我要送东西给燕子。燕子，你要送她什么？花儿。鲜花。天，你该不会是爱上那个小警察了吧？他救过我的命。再说他这次案子做得非常的出色。再说我总得表示一下敬意吧。再说
应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按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遇有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其与行为处罚种类的行政拘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法律性质不同，刑事拘留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应做最好兜底。师傅，这儿不能停车，请你马上开走。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对你没什么意思。我也告诉你，就算你这样的人对我再有意思，我这样的人也永远不可能对你有任何的意思。醒了，燕子，你呀，你要气死我呀你！你这不是找死吗你？你放着好端端女孩子不做，你去冒那个风险你？你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让我下半辈子怎么活呀你？哎，别生气了。
孩子不醒了吗？妈，你吵死我了！你就不能分贝低一点吗？你看这孩子，到现在都没个正形。女孩，救下来了吗？伤是重了点儿，不过已经救下来了。嗯。我刚才好像梦到，有一辆香槟色的汽车在追一辆白色的汽车，像真的一样。哦，那是真的。你摔倒以后，端木又追了上去，要不是他用自己的车和那车相撞，这一路不定发生多少事儿，要伤亡多少人呢？撞车？他。他不会死吧？你别瞎说，除了车坏了，他连个小口都没破。他在隔壁输液呢。我出车祸，他输什么液呀？哎呀，他给你输血太多，结果他自己晕针了。他除了晕血。还晕针，张嘴，来乖，听话啊！我不饿，给别人。来来来，乖啊，咽下去。哎，来，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嗯，我真的不用。那一定勉强吃嘛，你不心疼我还心疼你呢，我可不能容忍你伤害自己的身体。本来我是想把我的血给你的，可是没有合适的血型。我是来，你是来跟我讲案子的。对，案子。反正我们也没什么别的可谈的。那天我病房里的事儿。哦，你病房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他不是我的。他是不是你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是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谈。那受伤的女孩啊，她叫李雪，现在在儿童医院呢。怎么样？腰椎骨折，可能会终身残废，不过他们现在还在观察。真该把那人给杀了。谁啊？肇事司机呀。警官。这话可不是能够随便乱说的。你是个律师，又是目击者，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把他杀了？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不，这是要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程序，从而进一步去判定的。我觉得你好像一点都不恨他，那你干嘛要去追啊？啊，我当时不是看见你在追。我想帮帮你吗？什么？我说你只是为了帮我。那个女孩已经被拖得那么惨，你没看见吗？你却只是为了帮我。我觉得你连最起码的正义感都没有。啊，那你觉得只有你们警察才代表正义，而我们律师就一定代表非正义？哎，那我问你啊，你说我有没有这个义务去追那个肇事车？当然没有。哎，咱们这么说吧，正义感几乎是人人都有，但是正义感和责任义务是完全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我当时去追这个肇事司机，完全是出于我对他的愤怒，而并不是我用我的正义感去执行一个追击这个肇事司机的责任和义务。你不能说你是警察就要求所有人都像你警察一样吧。啊，再说吧，如果说我是在追击这个肇事司机的同时我肇事身亡了，呸，或者是我形成了新的肇事，那么好，我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我觉得你好像对你的正义感到很委屈。其实咱们之间有很多的误会，你和我，一个警察和一个律师，我们在法学理论上来说，我们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说我们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伴侣。其实我为你输血的真正原因是我希望你的身体里流淌着我的血，这样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容易一些。还有105国道事故现场，我真的没骂你，真的。你该不会是有别的什么想法吧？沟通而已。那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合作的可能性。法律职业共同体嘛。现在下半身还是没有知觉，都是腰椎骨折压迫运动神经造成的。大夫说如果治不好我这女儿就废了。阿姨，本来学校还要保送我们进体育学校呢。阿姨，阿姨别难过了。那就没有办法治好了吗？得手术啊，可手术一次就要20000块，我们已经欠了很多债了，就差卖房子了。那肇事方就没有事先支付医疗费吗？啊，那人没有任何支付能力，他刚刚离婚，碰撞中自己也受了伤，出事后又被单位开除了公职，现在正关在看守所里呢。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啊？啊，这个案子很快就要到法院了，您可以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这样为自己可以多争取一些利益。孩子都这样了，那还有心情打官司？请律师啊。怎么可能，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有了，律师已经有了，而且还是免费的。端普先生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可是我……太谢谢你了，我这孩子算是遇上贵人了。是是是，您放心，我到时候肯定会给您帮忙。但是吧，这得经过……你已经救他一命了，就再救他一次吧。您看看这孩子多可怜呢。可是我……就这么决定了，阿姨，您就别客气了。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替小雪免费打官司吗？你这么做就违反了这个社会通行的规则。再说了，我已经做了那个肇事司机的代理律师。他找到你？是我找的他。为什么？我为了救小雪。你根本就是在替肇事司机说话。我就是替杀人犯说话，那又怎么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知道了，他一定给你很大一笔律师费吧。好，那我就不耽误您发财了。你等等，律师也得挣钱呀，要不然谁愿意当律师啊？你能让这医院不收你钱就给你治病吗？我不说了，但我告诉你，
你要赚钱可以，但请你别拿小雪的事来当遮羞布。你还没听我的详细计划呢。这丫头怎么就不讲理呢？喂，端木啊。啊，燕儿回来了。对对对对，嗯，她是为小雪的事儿啊回家拿钱来了。你要跟她说话呀？哎，你等会儿啊。不接电话呀，人多好啊。燕儿，燕儿，嗯，想什么呢？没什么。跟妈说。嗯，妈，你和爸吵架吗？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嗯，你怎么想起问这事儿？想他了呗。你跟你爸真像，可你是个女孩子呀。我枪比他快，又没个正形，早晚得嫁出去。我枪就是比他快。爸，他为什么老跟我作对呀？昨天一踩刹车没了，到这儿一查，说是刹车油管漏油，这不赶紧？刹车油管刹车装置出现问题的话，会是哪些方面原因呢？一般是油路不足，第二个是油管。您这辆路遥车买了有多长时间了？这辆车买了半年了。这半年里边，您的车出现过这种刹车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了吗？有过一次，结果我来的手刹呢。新的委托书我已经改完了，并带你签了字。你已经替我代签了，我现在哪有时间啊？路遥车的官司你真的要亲自管？起诉书都已经写好了，明天就要送了。你转告他们，我没时间。可是明天的日程安排我已经给你排出来了。和田燕商讨起诉路遥事宜，地点田心西餐吧。要我替你约他吗？不用，我自己打电话。还有这份合同，李总因为明天的飞机，所以走之前等着你签字呢。还有啊，以后不要再替我代签任何我还没有决定的事务，谢谢。喂，你好。真的？明天下午田心西餐吧面谈。啊？妈，我的衣服怎么那么难看嘛？我怎么一件衣服都没有嘛？天地良心啊！我省吃俭用给你买了这么多衣服，你一件都不穿，你还说你没衣服啊？就是没有嘛。不就是去约那个端木律师吗？
我女儿天生丽质，还怕配不上她呀？哎呀，我哪是去约会，人家是去谈工作。得得得，你跟你爸一个样，假公济私。当年我和你爸就是这么勾搭上的。哎，哎，你我你放开！你干嘛老看我呀？没有，我没见过哪个女孩能把这么多世界名牌穿在身上，还能穿得这么漂亮的。哎，这是我昨天花了半个月工资在女人街买的，不错吧？嗯，不错啊。嗯，那个，咱们还是谈小雪的事儿吧，好吗？我调查了路遥车的刹车装置，确实有问题，而且不止一辆。现在是这样，由于刹车装置有问题的车辆，占所有返修车辆的40%，所以我想啊，让小雪的律师在附带民事诉讼的时候，把路遥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我说你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不给小雪掏钱了。哎，可以合法的从当事人腰里边掏钱，我干嘛要自己掏钱？你能不能不要像个辩护律师那样？你有点人情味行吗？你说什么我无所谓，我不会有丝毫的愧疚的。哎，因为我非常自信，我已经把我的人情味充分的贯彻到我的法律责任中去了。挤得我是吧？喂，端木，你在哪里？我在甜心酒吧。你刚走，我就发现信物街的那个 case， 四本文件，有一本副本，你少签了个名字。那等我明天上班的时候再说吧。那怎么行？李总今晚的飞机，要在他离开之前把这合同签掉。那个，我出去一下。啊，有事你就去。哎，那好，那我一会儿就到啊。好的。这大概离我办公室也就10分钟，我半小时之内肯定回来了。我等你。半个小时。你好，
你认识我男朋友？是端木。他跟我说他的西三八谈事就是跟你。你来找他？啊，刚才我回家发现钥匙没带，所以只好找他来拿。是这样，你可以给他打电话。啊，不用，我去找他。等等，麻烦你告诉端木先生，我有急事先回去了，账我会付的。哎，不用不用，这点小账怎么能让你付呢？连我考车本过了，他都要买2000多块钱的花替我庆祝呢。哦，对了，千万不要跟他说我来找过他。其实我就是想借着拿钥匙看看他跟谁约会，跟你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家端木什么都好，就是有点让人不放心。还是我来付账吧。哎哎哎，你的 LV。 你就别送了。谢谢您了，律师啊，让您多费心了。啊，不客气，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好，谢谢。燕子，嗯，那先那么着。阿姨进去吧。那我先回了啊，再见，再见啊。现在最需要的是路遥公司的第一手资料，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就不能得到我们要求的赔偿。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端木律师那儿有全部的资料。作为同行，他不会转给我，那是知识产权，律师都很在乎的。你是来向我道歉的吗？我想跟你谈谈。那改日吧，我现在很忙。可是小雪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正因为这个，所以我很忙。不管你怎么伤害我，我都希望能以大局为重。我今天是来和你谈公事的。我伤害了你？据我所知，好像你一直都在伤害别人。就算是我伤害你，就算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今天我只是为了小雪。你要知道，路遥公司已经被你惊动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拿到资料。就算是我替小雪求你了，请你把路遥公司的资料给我，全都给我。我不能把资料给你。为什么？每个行业都有它的行规，我遵守我的职业道德。我不能把我精心准备的资料转手送给我的对手，对不起。职业道德，你的良心在哪儿？我的职业道德和我的良心是共存的，这两者并不矛盾。燕子，
开庭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你知不知道双方要求的赔偿金额差距太大，很难达成共识。小雪的律师要求的赔偿金额过高，如果兑现不了等于白要。你还是在替你的当事人说话。当然了，我是他的律师。你还在怀疑我对吗？没关系。那好，你告诉我，按照小雪的情况应该要求多少赔偿？我不喜欢漫天要价，我认为想要多少就一定要有把握要到手。你现在说小雪失去了自理能力，但是法官看不到，想多要钱就得让肇事者和法官看到你要的赔偿的充分的理由。难道你要我把法官带到小雪的病房去，还是要我把小雪带到法庭上去喂饭接尿？我并没这么说。我觉得你很聪明，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的。这本书送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启发。这个人神神秘秘的，他又给我摆什么乌龙阵？这会我哪有心思看小说呀？我明白他送我这本书的意思了，这家伙他是想让我参考康妮的赔偿案子当一把 Jennifer Park。 对，就是把小雪的样子拍成照片，或者我为什么不能给小雪做段纪录片呢？我们有固定的维修站点，在那里你们可以受到良好的售后服务。我们的产品通过了质量部门鉴定，颁发了许可证和准入证。我们已经具备了生产汽车一切合法的证件。我不知道在出现了机械事故后却要制造商承担责任，这公平吗？原告要求路遥公司承担责任，无疑是在无限地扩大制造商的义务。我们在刚才庭审时已经举证证明我们的产品是经过批准、经过检验的，出厂时也是合格的。本案的发生是因为被告人李强养护和驾驶汽车不当造成的，因此路遥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被告李强进行辩论发言。本案有一个事实，我相信合议庭和己方的律师都应该注意到了，那就是我的被告人在发现情况发生的时候采取了刹车措施，路面勘查可以证明这一点。当他踩第一脚刹车时，路面上清晰地留下了刹车痕迹。当他踩第二脚刹车时，刹车失灵了，这是导致本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本案是多因一果，所以路遥公司应该同我的当事人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对于路遥公司生产的汽车是经过质量部门认证的，出厂的时候也应该说是合格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免除责任的理由。我在网上查了资料，并且大量的走访了你们的客户，并且查了你们的销售记录和三包记录，我发现在你们返修的1500辆汽车当中有将近600辆出现过类似的事故。那么它就不仅仅是用户的维修和养护问题，这应该叫做设计缺陷。而我们这些用户
就因为这个设计缺陷而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让一个仅仅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用她的后半生来承担的。我不知道路遥企业在以后的发展史中会不会记下这样一笔。这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技术改进。但是我相信，如果路遥企业能够正视这个现实，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的话，那么你们是不会失去客户，不会失去信誉的。相反，有一些人会因为看到这件事情而感觉到路遥企业的人性的光辉。翻回来，我说说我的当事人。他是一个以为别人开车来养家糊口的人。自从他与妻子离异之后，他和他的小女儿相依为命。他不仅仅是家里的精神支柱，也是经济支柱。自从他被关进了看守所之后，他的小女儿就险些因为几百元的学费而辍学。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家庭去赔偿另一个同样遭受不幸的家庭，我会觉得责任这两个字显得苍白无力。当一个弱小的、对生命具有强烈渴望的小女孩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这位巨人的时候，我想这位巨人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而冷冰冰的法律也应该知道该怎么做。纵观我的当事人所面临的困难，我认为被告应该赔偿我的当事人医疗费和生活赡养费80万元人民币。我认为原告列举的索赔条款含有很大的水分，与我们调查的情况出入至少相差40万。审判长，我方请求当庭播放我方提供的第五号证据，李雪的录像。准予。被告路遥公司还有什么意见？我方请求法庭主持庭外调解。原告同意停下调解吗？同意。被告还有什么意见？同意。现在休庭。经庭下调解，双方一致同意被告路遥公司给付原告李雪人民币60万元，作为本案的最终解决。
我走了，因为我觉得再待下去我会疯掉的。真留恋和你一起创业的日子，那个时候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只有一个公文包和一把雨伞。那时我们靠送传票、起草起诉书来维持生活。我一直甘心做你背后的女人。这几年，我小心翼翼地守候着对你的感情。可是现在我知道了，你不属于我，永远也不会。这件事儿，我要说对不起。你和燕子之间存在的这些误会和我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那个女孩跟你一点都不般配。可是今天我得承认，她至少是个勇敢的女孩。我已经把那些误会向她解释清楚了，希望得到她的原谅。你猜猜她的反应？没时间了，接我的车在下面呢，茶给你泡好了，在桌上。Take care。喂，燕子在吗？有权保持沉默，我只想跟你解释清楚我们一切的。你无权为自己辩护。我有证据。你的证据无效，驳回诉讼。我晕水。我你骗人。你骗人。我喂，你别忘了，我是个律师，我也留了一手。你又耍我！不，我晕血。哎，你